李泰祥先生，民间风流。如果这个金马奖是代表一种荣耀的话，我希望把这份荣耀献给我日夜思念的家乡，他们呢用他们的生命来唱歌，那么他们呢孕育我一切，那么给我力量，那并且鼓舞我向前迈进，那么直到现在我还无以报答。那么，得奖不会是我的目标。那么，就像此刻我站在台上，非常荣耀。但是呢，我觉得呢，唯有在工作的时候，才是我真正最尊严的时刻。那么我还会继续永远的，尊敬我的工作。那么用最诚恳的态度来工作，并且以我的工作来骄傲。那么同时呢，我相信金马奖一定能够为所有具有敬业的所有中国电影工作者呢带给莫大的鼓舞。谢谢。